是卡莎，什么卡莎？卡莎是他的女儿。抠一下，哎呦我这都能中风了。天，这都能差一点。抠一下，抠错了。这亚索没啥压制力呀，吃个药。现在直播间一天抽奖还有五分钟开奖啊，现在是零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来一个那就是100%的中奖概率。抽一下，谢谢男的别娘可以吗的飞机儿啊，100%的重点概率。扎一刀，我们前期主要还是以这补刀为主啊，吃个药来。扎一刀走位，你刚才怎么打那剑圣呢？我减个速，抽一下，你别点了。其实我差不多应该回家了，我这前期发育已经很无敌了，咱就不去了啊。为什么不去呢？因为上一波呀，那大卫看见我过去他跑了。回家了，我这刚才那波没办法支援，我要能支援他我就支援他了。我第一波我不就去支援他了吗？他不跑了吗？第二波算了，这波没办法支援了，赶紧弄完我要回家了。还有几分钟开奖了，还两分钟开奖，还是100%的中奖概率呗。行啊，谁也别送，今天就让那个长不长不是娘不娘那个兄弟给他中了，今天谁也别动啊！来，我要一圈。干一波剑圣，踩平 A 接戳，打死他！哎呀，给个蓝 buff 啊！哎呦我操，这个E没中。R 闪，哎，我的闪呢？
失败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刚才这波，我看看，我这怎么放的技能？刚才这波，啊，我没有 R 技能，没吸地，我操，没吸地，哎呦。这玩意儿咋那么贵呢？谢谢宅男子的飞机，感谢九零后怎么了？还有40秒开奖啊，1/4的中奖概率。没蓝了，刚才，哎呀，可恶啊！还有10秒钟啊！谢谢抽奖等于黑幕。我马上就到。谢谢龙骑士大狗。我走了。我也没法去。那俺们家那打野也不知道干啥呢，搁那打鸡呢，挺吓人呐。上洛克萨斯之手，我踩，漂亮。谢谢紫狐的骑士的10个半卡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泳装这么贵？算了，我来法川海吧。那胃呀，跟个猪一样。哎，连个6级都没有了，真是兄弟。清了一圈野，连个6都没有。往下路走一波。先把这波比杀了，你先走来，你先走来。我先把剑圣踩死，你回头干啥呀？不过来了一波吹波 Q， 我盯上身上撒金子了，看着没？叮叮叮叮叮！这卡萨丁改版了，那还出不出那泳装了？见了，可以。哎，他这么不怕的？我寻思得害怕一下子。出炉灯啊！
我还是想出一下这永霜试试。来个永霜吧，还是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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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啊，扣着我了！我还是想来一个试试。这波去一波下路，杀一波波比。来吧，波比。好加血，我的女儿。啊，不是我的女儿，你是谁？你是维恩。先吃狗屎。如果你所愿，扣一下，等他封没了的啊，封没了可以打。RW 的封叶永霜，停呗，停呗，放不来大呀。是我的塔皮，那我得吃一次。把中路一塔拔了，为什么没有蓝 buff？ 这中路地位这么低吗？真的，这中路地位好低哟、哦。我操！没躲掉，先来个大天使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他怎么看到的？不知道呀、啊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的，我寻思这里没视野，他应该瞅不着。把红打了去吧。真没有蓝 buff 啊！我都不敢随便用这 R。两个人伤害有点高，不过还好。他应该打不过这位，顶他，敲起来！哎一下呀，这牛头干啥呢？这牛头搁那儿卖萌呢？
我算知道下路是他妈怎么崩的了，我算是瞅出来了，我算看明白了。玩英雄之前能不能看看技能？来 ，R E 永霜 ，Q W R 过来平追，平追转来，美甲血魂卷了。哎，我们家蓝 buff 怎么永远没有啊？为什么一直看不见这蓝啊？被谁给拿了？怎么不刷新呢？给一层美甲切魂卷，永霜后裔，没办法，我得救着刘。哎呦啊，这有蓝了啊，这剑圣身上有蓝呢、啊。但是剑圣跑了。中路打一波，别他妈拿我蓝了！你顶他干嘛？我永霜踩，一下 A 接他。24层美甲窃魂卷。这一轮跳弹，哎，这一轮搁这儿呢，扔一下永霜扎一下来，走，别动，死的有点快呀。哎，他们居然敢去下路。Shut down。我的问题。我这边其实都能收的，有点着急了。闪现接风了，有点着急了，就有点急了啊！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，猫着不够钱呢。这个样子吧，传送一手，盖伦上哪去了？呀，这人呢？这蓝 buff 不要了，我就找塞纳去。我马上就到。
赛纳身上有双 buff， 五杀啦！踩剑圣的，出来剑圣，没事，剑圣必死。踩 W， 哎呦我！ 谢谢我的洛大哥，这乱手一个人头也不拿呀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这就是一个好队友，知道吗？ 我用双踩扎一下平 A，扣一下，拉他出来，踩扎扣一，谢谢，开不坏的。酷路泽。